好，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叫做安装电路。衣服，哎呀，账号最重要的是，好不好？大家在这里，他会验证。啊，这个画面跟你第一。请大家注册完账号之后呢，我们来登录这个系统。好，你可能注册完，它就会把你直接登录。那我这边来登录一下。请大家注册完账号之后呢，我们来登录这个系统。好，你可能注册完，它就会把你直接登录。那我这边来登录一下。好，来，那我登录的系统的这个画面跟你第一次注册账号看到的画面应该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大家不要慌，请你注意这个关键词，它叫你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叫做建立一个新的 APP。 这个以我这个界面，我在右上角有个 New， 我们建立一个 Create New APPcreate a new application， 建立一个新的 APP。 那你的画面可能跟我不一样，但是请你找到这些关键词建立，好不好？来，那这个画面就会跟我一样，建立一个新的 APP 的名称你打一下，好，还蛮多名字都被用掉了，所以你可能必须要找一个没有被用掉的名字。那我这边打 Python Training 彭 Python Training 彭彭彭，好不好？那你找一个没有被用掉的名字，那像这个就是被用掉的 Python Training 就被用掉了。那选择一个地区，主机所在的地区，我们就选美国。好，其他的不要管它，就 Create。好，接着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你的专案在线上的一些资讯，你可以在线上观察你的专案状况怎么样。来，我回到刚刚的主画面，左上角 Person， 我回到刚刚的主画面。我现在有两个专案，那我点我刚刚建立的专案，你以后登录这个系统都会看到这个画面。好，我点刚刚建立的专案。那我们今天最重要的部分叫做 deploy， 这里